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国内嘅花卉产业受到动态嘅影响，为了同花农类天数。农粮署系大部因内地嘅播出韩国水果，为提高国内发市。现时嘅桃园发价同去年同期类比，因为系增加的九点七。农粮署进一步嘅未同台北发市、韩国台北签约公司来合作，伫签约站都方设置咧新型嘅发店，本面做由韩卡度嘅同都做得买嘅多鲜花。俺将该买桂花，又青又青该兰陵花，种花把独该花，开到闹闹，到龙门该花店，直接搬到抢光南京店贴润成都，出来做的翕相打卡，还做的直接来卖。全台北市一天大概有200多万的这些捷运的利用的客人，那利用的客人当中，松江南京这个站是最大的一个站。所以我们从选这个站开始来推广。不过政府之前本跳过今年六月80年日久产出的花卉产业受到动态的影响，农粮署都30年改下跳过线上卖花，老年的不出发通停售产业，这下花价落去年7年同期类比，套中增加了9.7元。6月份过后，花卉的外销数量没有鲜明的升长。5月之后，我们外销的数量一直在增加，特别是在6月份之后啊。我们每一个礼拜有60公吨农产品外销到其他的国家，我们用，跟华航公司来合作，所以对于花卉的这个外销的数量也有显著的成长。下年这礼拜年就是青年节，青年节最受欢迎的玫瑰花，今年价是日内50到150元之间。花店业者讲，老李前后年从计30年来比，这下花价提高了2到3倍，总算是赚到去年的行情。好，那3、4月的时候，也不是刚好玫瑰花的产季，所以玫瑰花它也没有特别的低于市场价钱，然后跟去年比起来。应该是都差不多啦，大概都是蛮平稳的一个价钱，所以消费者要买其实不会买得特别贵。农粮署每朝强喊拿到发点两扎建筑，希望3到4年过后，台北市捷运站就一般人上个站内，做得提供发点买发的场所，同时大同国人做得喊喊人是国产发会，每部发会喊你民众的人上正法，下个星期你把给签约台北报头。